Power， 我是清水牌，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。现在开始要检测它的电压的部分，要先确定有否这个正常，很多的地方电压不正常。我要接哪一个呢？不会包都可以。这一个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好好。好，我目小看错了。哦，二三四好，然后使用中的时候，待会要再量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电源，啊，你那一台买多久的？半年。买半年就那么多问题啊？看，真的是啊。两个月前的还是一样呢。我接下面，接外面。下面好。下面这里哈。啊，你买半年啊，现在保护期内怎么没有找你原本？刚好超过半年呢。啊，半年就没有保护哦。哎呀，我看看。你有钓个死吧？哎，我提起我看。后尾半年的，那么一年。我提起我看，伊讲讲无问题啊，讲我。电线的问题，你电线啊？讲电线进前，延长线太细条。延长线修碎条，延长线太小条会有问题，没有错哦。啊，唔多，我刚换大条的了。哦，你换大条的哦。没啊，嘛是同款啊。你这一条来看一下，这个5.5平方，哦，客人的5.5平方有看到吗？有。哦，5.5平方。5.5平方是够的啊。对啊，啊，你哥是你现在还是这样？啊，这个广播电箱的压力的部分哈，我们顺便讲一下，压力要调哪边？调哦吼，现在没有空压机，压力不够。啊，你们这个拍地压顶吗？建议要买100的或比较大的比较好了。100的。哦，这么我现在把它调到4.5到5的中间值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这样子你可以，你会调哈？会。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就是气体这样进来，然后这样要去里面的气体开关打开这样而已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这个。吹个枪，哦，这个要给你们的。好，吹个枪的部分你会不会接？会。你会接，你接给我看，我看你接的办不办。这里有给家具，有家私啊。啊，家私。哦，你也知道要用家私锁紧哈。啥意思？哇，挂历耶，挂历耶。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YouTube， 哎呀，是圣诞圣诞的，你又，他、啊、这个再管下去，他一直管的。啊，这个也可以，那个口袋里面也可以，这个就对了。哎呀，这个是那一个是口袋里面，它那个口袋没有很重要。看一下哦，啊，哇，五盘哦，哦，五条哦。
屋哦，他那也算。他一般我们都要调试一下，他这个电瓶开关，哦，他这个按下去有，按掉没有？哦，这一个按下去放掉，持续，哦，再按下没有？这一个气体检测，哦，啊，这个电源灯，哦，这个故障灯，哦，超载，哦，或者是气体不足，哦，啊，这个电流大小，一般都调最大就好。我那个还没开哦。可以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切割的这个枪啊。这个部分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跟这个，哦，你看手转不起来，哦，不能手转得起来。哦，啊，这个加湿一定要使用。好。哦，加湿，哎，然后再来这个，这个是摔下去会破掉的。好。啊，这个是可以耐高温。啊，我们有另外一种是可以摔的。不会破的。哎，啊，那一种比较不耐高温，啊，也是很耐，啊，不是非常的耐，啊，一般都可以耐。好。啊，再来这个，哦，这个部分呢，我再跟你报告一下，我们里面有那种傻逼啊，他要是拿错了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拿错，他可能没戴眼镜，还是他可能眼睛不知道什么东西搞掉啊，哦，这个到时候再寄来给你，啊，会再另外再多送给你，因为我很堵拦这种事情，啊，我相信你有这一台，哦，也本身也有耗材可以使用。这有感况吗？你要看镜头啊，你要看镜头、啊，哦，它这一台有，可以，哦，这个是可以用的。然后这个哈，我们这里呀，啊，来看这里呀，啊，哦，有没有1.5？嗯，有啊，哦，好哈，1.5，啊，你这个啊，1.5，啊，这个也1.5。啊，这个也可以用1.1，啊，电流要调小一点，啊，也可以用1.8，啊，一般的话没有用到那么高，1.5、1.6，再上去是比较没有必要，1.5就好了，啊，1.3，因为这个是6伏的，1.3也可以，哦，好，哎，你问得很好，你是有使用过，所以知道这个洞啊，好，哦，这个部分就对了，然后再来，这个东西在哪边？那个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我现在直接让它碰到这个地上的脏污没关系的。你们南部这里下大雨。啊，这个电源你帮我看一下。来，电源打开，然后再来在这里电源打开。啊，如果是关闭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这里关闭，那里关闭。然后再来，这个调最大，这个切三面，它气体检测，你看那里哦，啊，哦，它会动，啊，哦，啊，这又动了，哦，好，哦，厉害啊，哦，切个洗啊，哦，处理啊，啊，哎呀，啊，哦，现在我们把它调最上面哈，哦，然后再来，你直接切还是我帮你切？你切看看，哦，我切给你看，这边丢了。哎，不用，我是土人呐，啊。我们现在接地，哦，乌啊。来接地来录一下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刚刚夹好了对不对？哦，你说对哈，哦。啊，没有，没好。哦，没好。没好啊。哦，你也知道哦。对啊。
第二了。这个一炒的，我那个 W 的。哎呀，这个要夹紧哈、哦。啊，再来就可以切了。啊，切哪个位置呢？都可以。别的部分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那我就切姜。好。啊，这个摸刀不会颠到。不会啊。哦，不会啊。啊，这个直接靠着这样切可不可以？一点点啊、哦，也可以，啊，这个比较会耗水。啊、哦，我们有那个滚轮的部分，啊、哦，到时候也跟你讲，看你要不要。啊，现在啊，我切下去，所以到了这里要小心，哦，所以要紧一点。这个枯水就要拿出来了。哦，直接这样切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来了。你看这样子有没有耗损？几乎没有哦，因为这个切算是严重的吧？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要换掉了。里面这个也是，这个外面的嘛哈、哦，啊，这个里面的 啊，里面的这个还勉强可以用，哦，勉强可以用。啊，这个，哦，刚刚我说的那个滚轮有没有？就把它套进去，然后有那个轮子啊。我就是可以让它不会碰到，然后它的滚轮就这样子，这个叫滚轮，有没有？差不多这样子。哦，你看，它没有碰到啊，它就这样子走。嗯。哦，这样子走，没有碰到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耗损。哎，它还有圆规，圆的。哦，圆规。啊，你们拍梯啊，不用用啊。我切一个看看。好啊。这个不用带木吗？要啊！我什么工？要啊！要保护好自己呀、啊！我的射的比较远，他的没有射比较远。野啊呢？他要很近啊、哦。重点是他开关没有办法穿透啊。他没办法穿透。这么薄就这么薄没办法穿透。他、啊、你不要用普兰达好了嘞。这啊？哎，你用普兰达比他快嘞。普兰达比赛了。你买半点可以不是吗？他大概刚插电也前一个小时。对。用可能还正常。对，用差不多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开始震了。对，不知道是我电流的问题还是电压。现在哈、哦，各位观众，现在啊，我要来去量它的电压，然后你使用中量电压是最准确的。对的、哦。你现在准备切，那、啊、我要准备量。没有。你直接小心。谁呀、啊？我是该穿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压哈。来，你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哈。220。224。
223，223，224，223，224，可以了。哦，你的重点呢、啊？电压原本未切割的时候，电压未负载是230几，然后负载之后变成223，这都很好啊。你很好，他不好了。你很好，他不好啊？不对，不是你啊，是他了。他很好，他不好了。他不好了。啊，为什么他半年后不理你了？因为会保固啊，半年了。啊，保固期怎么是半年而已？没啊，我会。他火星人来的、啊。不是啊，过了保固没关系啊，不能维修吗？可以维修啊，可是因为我是在那个算五金行，他们跟他们买啊，他们也是跟这间公司。哎呀、啊，叫厂商来啊。你搞人八道创大粒，你爱讲护金，啊，你不爱讲护金，安尼来。来，如果是确定是这一台的问题，我就叫他回去拿回去修理。修理。卖半年而已啊，伊半个半年哪奇怪啊？哎，我搬水通过电话咧做做歹做。是啊，啊咧做甲规人拍好，啊过来吼，这种的啊，这种的是帆布，帆布的布一般是用印地，咱阿如讲，啊伊这种的帆布佫较薄的。我喜欢进行这样，这个你无看，我看。来来，看个宝。我看你辛苦无，气也都咸的，老的。垫掉啊！垫一个啊！这个有高压，所以它的绝缘的部分要用这一种的会比较好。哎呀，我呢，因为就看个我啊你。啊，你这个耗材的部分配件哈、哦，久了我们就是整组就是建议有问题呀、啊，建议。那一组我们维修，然后买一组，然后来使用，然后维修好的那一组做 UV， 哦，不要丢掉，做两组，枪都可以维修啊，维修后做 UV 就好。好，你的枪都比较长吗？几米的？我也不晓得。它5.5平方呢？不是啊，枪看起来比较长啊。枪线哦。对啊，线。线。哦，你这条了。差不多。摆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或者就到那。哎，你的枪在哪边？枪头。它原本的。无啦，这我已经换过啊。伊这塑胶壳啊。原本是一个粉红色的塑胶壳，对哦，啊，可是用久了，因为高温这边融化，伊就融不掉，对哦，哎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到尾甲壳换掉，再走家己买一支枪，对哦，很大。这个线是它原本的吗？对对对，它原本的，这组线是它原本只有这个头，啊，这个枪柄。但是线怎么是跑来外面？啊，它换，它有换头，啊，有换头，它有换头。哦，你自己用过的啦。对啊，这一个开关因为没有坏了。所以我还是继续用它的旧。是，我帮你看一下，看你有没有锁紧。我有啊，我刚换而已，我就是刚换起的。哦，有哦，这个有锁紧。我都有在看视频，好不好？是是啊，不用转得很紧，可是要锁紧。哎呀，不能转到崩也啊！哦，有哦，这有按，这那无按就会烧去了。我差不多挂了，等下换新呢。是，挂差不多。几分钟嘛，是，伊就开始跳保护灯，是，要试一下吗？你为什么要把它切割到保护灯会跳呢？你切多厚？啊，这个啊，啊，这个两拍薄啊，你啊，这是哪好高？对，就是啊，啊，但是你若电池把这个用久无，啊，喷水用久就较袂，啊，等下换新的就特别好听。加奇怪，它就是加奇怪。你用全新的电极，电极帽比较会跳。对。啊，用比较破烂的比较不会跳。对。啊，它的自我保护可能啊，大嘛恐怖力啊。因为我刚刚就是因为这个，我看前面好像不太好，我把它换掉。那现在我们直接马上看哈、哦。好啊。啊，你要记住啊，有水不要有电，所以我们有水的地方，好，这个线都要架高。好。有水，这个地上若110的电流。嗯。电到人会死掉。好，哦，有水不能有电啊！现在啊，我们把它换到另外一组的哈、哦。另外，那像我空压机这一台4.5的够吧？
哪一台？这一台，因为我带出厂。你有没有切很长，还是切很久？如果带出去就可能会比较久。很久的话，你若气体不够的话，会切不好啊。啊，气体若又差太多，会不让你切啊。哦。因为气体不够，我会保护啊。那应该是，啊，那应该够了，因为我也没有说。我会冲断，过了断以后也破啊，破应该就切割中哈，这个气体，这个气体的部分一定要在四公斤左右以上。切割中哦，切割中啊，切割中，按它输入的气体，你不是按了它气体会往下掉吗？我们这个当然啊，它的气。那个泄压了吗？啊，它输出了吗？正常是四公斤，四点五。使用中了哈、哦。然后这个通话器的部分呢、啊，这一台哦，你可能你电源线哦要记住啊，电源线你把它拉同一条，然后又拉很长，去到你的工地，你的线长，然后它的压降很严重，这样也会。我知道。哎，这个你也知道、啊。你讲怕没听？哎呀，它会噗噗噗，因为延长线太长。哎呀。延长线太长，电压太低。你说有在看我们的频道，那么你有看到我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空压机的电延长线？哎，空压机不能使用延长线，那为什么我要使用延长线？哦，那个我没看呢。哎呀，而且我用那个延长线给给归我呢呀，哎，整选在里面呢、啊。因为我都一直看这一台，因为我这一台一直出问题啊。好、哦，都怪你针对你的需求、哎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很多都会讲到很多很广泛。你目前这一台有没有锁紧哦？有，哦，然后再来我们这个，哦，电源都打开了，可以了，然后再来切割哈、哦。我打开关。哦，不会啦。没吗？你又不是高压的。我刚刚忘倒了。你要撸过来呀？你不会撸的，我会的。你男生呢？啊、哦，这个没进没进啊，这个要调四点多吗？哦，然后这个啊、哦、电流控制哦都调好了，好来可以切割了。好，可以切割。啊，你敢切破吗？啊、哦，我切啊。啊，你这个好恐怖，会不会被电到？电到是不会了、哦，我又打完了，对啊。那我就直接来了哈，来了。你这个电流不足啊，它输出的这个电流哈，就是感觉是差不多40的。我会觉得是电流不足，感觉呀。啊，因为有时候会出过，有时候不出过。啊，不过不出过的时间算比较长了。你刚刚我们切的那个。电流很大啊，这个切割变成很小，所以要切的变很慢啊。啊，所以是机子本身的问题，还是我电流的问题？你看啊，我走快一点电，它这里有没有切不过？这里就切不过，所以它这个就是它本身的问题的可能啊，不是机子的问题。有可能啊，啊那个要。检车才会知道的，那个是你叫他负责，他把你肚子搞大了，你叫他负责，不是我把你搞大了啊，他可以免费帮你处理，这应该帮你免费处理，不是保固半年，像是我清水牌哈，我跟你保固一年，你若是过着这个他妈的多那几个天啊，几个天那是。这是就袂使算啊，你也啊几两百好啊，哦，咱上厝啊，重点拢起码是啊。哦，啊那你一百的价格是多？无啦，你买这只就好啦。对啦，你都切那个薄的。无啦，我嘛是都，我先问开讲的你。你现在，你切我量一下电压。好。说不定你那一台有什么问题，然后电压可能会下降很低。现在哦。来，准备了没？来，开始切哈。228。228，现在还算好切，有时候好了，
你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是228啊？我刚刚的是223、224呢？为什么我的电流会比它大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最大输出值可能是40，所以它输入值它就不会那么大。输出越大，输入要越大。来啊！我刚刚我输出最大60A嘛，然后输入就是一定会达到在30那左右。哦，那么它那一台的话不是比较省电，不然的话就是比较没有输出那么大，所以输入就会没那么大。输出越大，输入要越大，才能够输出越大。我现在怎么解决这一台的问题呢？很简单，你跟你当时把你肚子搞大的人联络，哦，叫他负责而已啊。啊，他若说要钱啊，要钱就给他，因为人家当时有跟你讲。那个保护半小时而已啊，不是、啊、保护半年而已啊，啊保护半年就半年，当时你也是认同没？所以它是电压比较输出比较小，电流输出比较小，所以输入也会变得小。哎、欸，你一天搬10包的水泥袋，啊你要吃2颗便当，啊你若今天搬了5包，你就吃1颗便当，然后这一台是刚刚是223那范围。那这样子还有哪部分要再补充呢？没有了。哦啊，气体的部分也看了、啊，这个气体你啊，这那倒那。嗨，我怎么唔知咩？先去买一只，等下先来倒嘛。哦，你敢倒呢？医官不能已经派呀。啊，怎么那么快就坏掉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坏掉是你撞坏掉的吧？没有啦，都这样了，指针就不会动啊。他指针啊，你怎么不叫他负责就好？讲话完，他直接飙的啦，我拢算了，我跟你讲咩咩。哎呀，一样啊。你若是我清水牌的表哦，我的表是有问题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就跟你说，来，我寄一颗，你帮我换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再寄东西送你。好，提莫吉呀。啊，你若是拎杯的是不要跟你换，你来帮我换啊，我就来帮你换而已啊。哎呀，重点不能够这样子，你宝宝心里有苦，宝宝要讲。哎呀，很简单啊，你用这样子比较会赚到。哎呀，啊也不好看啊，我是无咧刷叮当，我都但是拢爱安尼看看有正常无？哎呀，废气啊！你无看我甲开关用来遮，原本是囥伊下边。因为定定定，所以我就起来遮，我坐会较紧。是，一直关开。你会经常跳掉？不，它不会跳，它保护灯。保护灯，那就是超载啊。跳起来我就一定要关掉。何谓超载？就是过载了。何谓过载？超载就是你切太厚，切太久。没有啊，问题是啊，这喇叭本来它不应该啊，一抓过就跳啊，那不应该啊。对啊，这叫叫那个。这个人来我还是处理啊，他都不理你哦。阿姨，我问那个买，伊都无啥知呀。哦，你跟吴金安买是也可以 啊，主要是你要有回答回应啊，不要滴点点。那袂输啊，钱好你啊，你娘都袂差我啊，那你。像我甲讲有可能，我就是电表有问题，伊都甲我讲线的问题啊，问题我就感觉线都无。啊，你用5.5的那问题？我刚刚看了电源线5.5啊。安尼，总结就是这台问题啊。哎，我刚刚都表演给你看，我没说哪里的问题的。啊、主要的重点就是你都知道了呢。啊，知道了。哎呀，线哦。有啊，刚刚有讲啊。没有，一共的相等是，我的相电源线啊，总电表有啊不啊？啊，我刚刚不是量了吗？不会啊，哦。啊，对啊。我刚刚量了，它的电压是230伏特，228。这台啊，啊，我的最大输出的时候啊，它的最大输入是电压223呢、啊，啊，这个都是正常范围啊，220伏特的10%，
10%， 这哦，上下10%。哎，220乘以十是多少？22。除以十，22啊。哦，22，220伏特加22多少？242。242以内都是正常，然后200伏特以上都是正常。哎呀，还袂使你呢啊！我即摆安尼200伏特啊，你讲有问题啊？有问题，安尼是咩啦？有问题。啊，别只无问题啊！你有问题，就是你有问题，安尼尔。啊，所以安尼就是。啊，这个都是要以客观的角度，不能哎，别人会拢乱讲。哦，迄就是哎，有客观的，你的电源线有无过长，有无过细，过长又过细，那你就会定压下降。过长的时候，长大概多长算过长？比你长啊，不是啊，那个我要这里绕三圈呢、欸。哦，这里绕三圈哦，那你用8平方的了。8平方哦。哎、欸，你很简单，你若是你的那个场地呀、啊，电压太低了、啊，原本就低了，那你可以跟我买调压器，输入给我调压器，把它调到电压到250，然后调到250，然后负载之后它变成220多、230。好，调压器、欸，也可以这么做啊，不是一定要跟我买送东西，要看需求。我先，我过去刚刚来处理，我若有引起我买哪哪有这个问题，我哈，都跟你讲。你在这里是监狱哦，各鬼刚到是不是？我的爱人南科的。好，要出发了。没听见。正确电压没用。好，我想讲你关于这拢袂当出。我是较惊遐电压袂稳。电压的部分，你有没有电压表？没有。要去买电压表，那个很便宜，那个超200-300而已啊。啊，你就点下去。刚刚有没有？刚刚我们使用中负载的时候啊，它电压点下去就是它的最低的电压。最低电压有否太低？若没有的话，都是正常的。好。啊，你可以录进吗？我。啊。有这么丑。没有，没有，已经录了。哦、你哪里吵？你跟我讲。没有。哦，那这个部分有哪里还要再补充的呢？没有，就送修就对了。哎呀，哦，这个屁干爱钱就好伊啦，包括半年就半年啦。啊，你唔通讲讲迄，来清水白包括一年，来包括半年，你唔通讲讲迄。你重点就是这个，讲好了就好了。好。那么哪部分还要再跟你沟通呢？25输出最大值啊！你这个在正正常，你这个是正常的。25啊！你电流调最大了吗？你切，你看这里。啊，不过伊今麦还袂秀多的啊。伊今麦不是啊，现在要了解它最大输出值多少。25是它最大输出值啊。25，哦，有没有？这个20啊。20、25，你刚刚有看到吗？你切。你切那边，按眼睛看这边，25吧。有。哎、欸。你这台是多大的？6。啊，看看你看到多少？25。这老松也多啊。啊，可以是25两。刚刚我们调最大啊。对啊，最大了。对啊，还是现在最大。他无正常爱偌济，六十。有啊，我们这个要来，你要看人下无？有接风，哦有了。哦，即摆风有啊吼。一个。啊，过来吼，咱即摆来，你甲切落去，咱看人的这个电流偌济吼。67。有啊。67有没有看到？有啊。68。对啊。哦，然后换这一条。那是别人的。我来。哦，干你。哦，然后这一条。啊。好来。65。
64。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好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来。